你买的？啊，楼下餐厅新出的饮料，爸爸拿铁。哎，哎，这杯是给你的。哎，你别误会啊，这其实就是猫屎咖啡加肉桂，现在很火的。我刚才排了很长的队，我才买到它。扔掉。啊？啊什么啊？我说扔掉。 这一杯很贵的，要128呢。我说的话都不听了是吧？扔掉。那，您这里可以吗？<笑>好，马上消失，马上消失。哎，等会儿，你这双屎黄色的鞋跟你这个粑粑咖啡很配，能一起消失吗？ 这不跟你的衣服也很像吗？这竞标的最终名录和流程都确定了是吧？ 嗯，行，那就明天打印分发。嗯，好。哎，场地准备的怎么样了？跟行政确认过了，没问题。好，行，就这样吧。你也早点休息，明天市场硬仗。好，明天把鞋换了。嗯，好。 那边给你回复了吗？还没啊。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啊？先不说了，保持联系。喂，上车。 想问问你，是不是焦虑？没有啊。你以前焦虑的时候啊，总会喜欢看一些毛茸茸的宠物视频，我还以为你保留着这个习惯呢。你监视我微博？烦什么呢？明天的招标会啊。我们准备的很充足。 肖总，请放心。说来听听。不行。干嘛？套我标签？怕你有先入为主的印象，不公平。行吧，那一起晚饭。刚刚吃过三明治了。 皮特那天回去没挨揍吧？他皮厚，打不疼。我认识一个还不错的儿科方面的中医，我可以介绍给童总。嗯，我准够的。嗯。皮特的爸爸，我不是想八卦，我就是觉得。 童总一个人带着孩子，挺不容易的。
是啊 ，Peter 干满周岁，他们就分开了。那他真的挺辛苦的。错误的人在一起，只会折磨彼此。但如果是对的人，哪怕分开再久，转一圈还是会相逢的。那没什么事，我就先撤了。老毛病又犯了吧？啊，轻松，硬的跟化石一样。没事没事，我没事。算了，带你去个地方。真不用。这空中瑜伽呀，对脊椎的压力几乎为零，所以有很好的医疗效果。放轻松些，别绷着啊，放松。对，试着舒展一下。对，很好。一定要把握住力的平衡。很好，手腕也放松。对，让自己舒展下来。对，很好。慢一点。什么时候学会的这个？在美国的时候练过一段时间。你干嘛？就是想到你做这个的样子，应该很滑稽。好心没好报是吧？小气鬼。当时刚到美国的时候。一直会失眠，半夜里睡不着觉，走在马路上，突然看见一个瑜伽馆的宣传海报，就死马当活马医了。行了，别想了，眼睛闭上。还记得我们之前在学校操场上一起看夕阳时候的样子吗？在你眼睛找到自己，跟现在很像。心底什么悲欢喜，有些思念。在美国的时候，被爱的人爱，我也无数次看过夕阳，每一次我都在想，如果你在，